好，这边的话来看一下斗五对这 WBG 的第二局下半场啊，体验这边掏出艾维啊，这一定得掏这个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掏个别的出来打个三庄都没有用，打个三庄丢三分，其实在第三局劣势也挺大的。第一波的话复了一波杂技直接回来，但杂技这边逃片有压住机子吗？感觉这个距离好像拉开了。抱一手抱到了附身吗？还在等还在等还在等附身60点，也就是说这边再喷一波是可以起一刀了，除非这边先知能躲爆咒回头一刀舒服。哎，但交了个飞轮，帅呀！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，现在我有啊那个牛啊翻，这波爆没能躲掉，前面的话86打一刀88闪现不好交。这里起言双超，双超的话其实这个我自己深有感受，你这个时候双超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，就这个人拉开了以后这个击倒就很慢了，真的刚才这波我觉得有点问题的。这样的话你看先知这边这一波叠起来的80点的侵蚀值没了，再传过去先知现在纯度六鬼对吧，就硬进板下板你根本拦不住我。好，这边还有大洞，要命了要命了，出大事情出大事情。这波哎呦，这波刚才去操作就80点的时候，刚才我感觉有闪现就只能硬跟了。因为我自己深有体会，我当时也是这么打的，就打完感觉这个人没了对吧，我这个时候先去那个外面附身一个人去干扰一下密码机什么的。哎，不过这边传过来挂上了，哎，这一波没摸起来，那有点难受的。这一波摸起来的话，求生者优势非常非常大。现在嘛，因为密码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求生者是领先的，就是人挂上的话，其实已经差不多到三台了。一刀打。看先知这波能不能有26吧，因为先知这边打那个时空之影本身就吃亏的，他没办法吸鸟没办法回头的，一波一刀没打中，有一个加速拉开，这里抱一手回头一刀二挂。先知这个飞轮交的是按错了，佣兵可能还会再来救一波吧，但是因为这边的话时空阵影手里没有闪现啊，这个先知保得活吗？好像想打还是想打，佣兵和祭司都来了，因为外面的机子差的不多，所以说这边佣兵和祭司都来要保嘛，你也别说求生者的这个上限再加上祭司打了一刀祭司，好能说吹响反击的号角吗？因为那个时空之翼这边是有秒人能力的，但他的寄生 CD 好传过来，先知这边落地一刀啊，他是有秒人能力的，就是而且是在千里之外的秒人能力，他不是那种就是对吧？你在我面前我秒的，你跑得再远，我只要技能好了，这边附身你，直接带你走。不过刚才这个飞轮如果捏在手上面呢，这波其实有飞轮的操作性，很可惜啊，刚才这个飞轮可能是交错了的。现在求生者外面密码机，这密码机不够啊，这个85的机子不太敢碰的，85的机子碰了万一倒了就没了，他们外面的密码机得重新再起一台确保啊。那这样的话你这边交闪现击倒，我们来看一下中场的机子怎么说。杂技这边开始摸人挂上管过去，佣兵摸了个球，机子是压好了，
机子是压好了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亮机了，真的不要救了，直接亮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队友艾莉这边完成了一个四跑，你这波亮机的话，起言想要四杀是比较难的，三抓可能能打，不一定能打四抓。不亮机再打嘛，可能容易多生事端。我比较怂啊，我觉得这个时候亮机跑一个挺好。救下来了，那不好意思啊，错了，救的好，救的没问题，这边密码机点亮，佣兵护臂跳开，完美。哎呦，这里打一刀佣兵，你还得挂吧，这边佣兵可能要过去点门，祭司的话手里有大洞，连大洞，佣兵倒地，大洞是连上了，但是这个门短时间之内开不了，附身陶片封住了一边门，找到佣兵人挂上，现在如果能排到杂技，哎，他不能这个局四抓吧，因为你真别说啊，因为那个小门这边是有一颗陶片封住了，导致这边门点不了，收回来，陶片传中场，这边把大洞先打掉，然后附身传回去，祭司现在手里没有洞，只有一个飞轮。祭司的话这边倒是短时间之内应该不太好处理吧，看到杂技了，20秒闪现，40秒挽留，哎，这边的话一四人压住祭司，然后我这边追杂技，闪现到把杂技抬了，那边附身的 CD 也好，因为这边的话起言不太好去传这个祭司，他就没有四抓面了，现在杂技在脸上面，要不要摊一手啊，闪现到把杂技抬了。球人这边在干嘛？球人这边我感觉他们在拖挽留啊，手里你有一个闪现，这边伊斯人封门抓祭司，门点不了，哎，这个陶片有点烦人，杂技点门还慢，这边祭司我慢慢打，我那边 门封着，我有无限的时间，哎，哎，我 你敢交动，我闪现请你吃95，杂技这边开始点门了，附身传，我先传吧，他把魂叫过来以后，魂来管，漂亮，哎，这个残局打得好漂亮，魂叫过来，魂来管祭司，我这边再来追一刀杂技管住门，慢慢磨，哇，这能磨出个四抓的咯，厉害呀，起言这个残局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耐心，一点点慢慢磨，小刀子嘎肉，真的一点一点嘎。我刚才还在担心他挽留没有了，这边全是挽留给你拖，对，我两边把魂叫过来，哎，继续封，然后再打一手，好，传送落地。哎，但这波的操作有点没看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感觉这波附身？杂技是不是稍微出了一点点问题啊？哎，传错了，那再慢慢打，杂技这边在拆陶片，再附身一个，抱一手打断你点门，好像附身 CD 是不是还没有好？好，附身这边穿动，魂家叫回来，再慢慢打，应该不失误，感觉还有一个洞，祭司，哇，还能拖吗？但是杂技这边门点不了呀，就差一口气了，起言
怎么说？你这个局要是四抓了，真的感觉今天如果说能赢的话 MVP 就是你了。但是那边的门好像管不住了，哎呦，那边门管不住了。哇，这边刚才应该是操作上面有点问题啊。三抓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，真的，我已经看到四抓了，就近在咫尺，感觉我手指头都已经摸到这个四抓了。然后那波操作是什么问题来着？刚才我有点想不起来了，反正中间有一波传，好像是传错了还怎么的。